了解干挂瓷砖产品之性能。冠军建材协同来特力台移，本次试验由国内知名兆力踏虎风雨认证实验室解说性能测试外墙干挂系统概要。首先，现场瓷砖前置分类，确认检查铁件锁固扭力，当后铁件依照图面设定，底层事先完成安装，并确保每个单扣均高度一致。瓷砖依序由左而右平行安装，确认水平垂直完成面。瓷砖依照图面往上堆叠，采用莱特利背扣孔卡扣方式安装。莱特利工法经由专业结构技师抗时期及风压系数计算，并由本次踏虎认证风雨实验室认证此工法通过性能测试。实验室拥有台湾最先进测试机器，其程序内容依据 CNS 系列规定，从气密逐一开始性能试验，预压、加压、测定、喷水、观察，持续喷水下，同时风力产生气需产生足够空气流量，室外侧表面喷水量均匀且持续喷洒，以达到要求之风压。此一状态持续15分钟进行试验，且不得发生漏水现象。看起来没有功能。移动式加压主机，针对抗震负风压结构性测试，在设计风压下垂直于平面之骨架变形量，不得超过净跨距之标准迷你值。依图之顺序，将最高设计风压力等分后依序加压，在各压力阶段测定锁定之面外变位，不应有固定件产生永久性变形或损坏情形。板片耐冲击性能测试，球形帆布袋装直径3毫米玻璃弹珠至50公分，将球形帆布袋从面板表面拉开，使绳索移动并与原垂直线最大角度不大于65度，冲击器提升到规定的下最高度，高度分为245、715、1020毫米，以弧形自由摆动冲击到面板表面上。瓷砖搭配莱特利防爆裂加强背胶，测试过程中没有发生脱落损坏情况。本流程试验依照 CNS 标准规范，如此完成本次试验程序。瓷砖唯一通过17级踏虎风雨试验，